好的，欢迎回来。那么在经过了短暂的这个升级之后呢，我们是要继续的来跟大家欣赏这盘棋。也希望这盘棋结果也能升级一下，能变得更好一点。是，其实现在他们这个进程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该黑，干黑黑棋就下了这个。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地方了。对，这个他是不是你要不走，他还要这样长出来？就这样子硬把这个地方给撅掉，这个好像是有，这一这一般扳已经，白棋进去了，对，这个还是一个先手。白棋硬了，挡了，没办法，你挤一个。他暂时没有，他啊，先没挤。去很那个，啊，把这下走掉了。对，啊，这也是一个定型手段。本来这还有点味道。他连这些都不要了是吧？这本来我是不是断？哦，断你可以粘断一它可以下，粘这个，但是你比方说拐起来啊，最后这靠头有点关系了。这也可以说明现在全连环对这个局势的一种判断吧，就是省着留着这个生虫了。要不走被白棋一爬，目数还是挺大他就这样子定型掉了。的。然后解，这挤一个白棋也很难受，这个形挤，状。哎呀，不走，这被打一个难受。但是这个退的这个形状，以后得防着人家搬这个成立。当然我只能闭着眼加对了，呀，我没办法忍你了。没办法忍了。但是这个就老得防着这个形状，对，味有点道有别点扭，坏。或者人家以后这种小尖这个。是。这个小尖也令你非常难受哎，是啊，他瞬间他就把这个尖了，这想打一下这下交换。这按理来说，这白棋是很想粘的，但是实在不好意思下出手。但那样的话，上面是不是对，这万一这捡来粘了，这一飞，这还飞？有点受气。是但是这一提，等于是目数上有点受伤，而且这个子黑棋活力也大。然后他小尖在这儿。哦呦，这那朴廷桓下的确实是好啊，这小尖也是。令白棋非常非常难过的一步棋，因为你一般来讲小尖你肯定是一人一个是吧？但是你走这个，我这个是不是成立呢？对，我这完了，我这个没招。这个你一吃我一吃，这还原等于被我走到了，还得打死。对呀，那你这个还不能搬，那确实难受。这个小尖很有味道的一步棋啊，这这个招我们不也不好知道下。该走什么了，这个。这个棋，如果你要就这种也是你，比方说天上正常天上走走，但是这也是送空啊，而且这个还是要免不了被人家搬。再严重点说，黑棋白棋还不活。对，黑棋这一有这个吸进去。对，这个那当初这个棋我们说啊，这可能白棋这个有问题，这个下法，白棋指不定应该算了，面对现实吧。我们赶紧把这个要点先占了。对啊，说不定这个才是要点。是，这样，反正你要挡我就也算是坚活了。守，你要不挡我也就，这个，或者你挤的时候我再煎这个，上面被你打一下我就占了。那，这也是难受，这因为被打人提都先手。对啊，这个小尖是好棋。对，这一间暂时他不舒服了，只好立一下。哎呀，那确实难受，我马上顺手断掉了吧，对，这个没有保留。这样了。那这个地方，将来是这种被人家弄一弄，后手一爬，立一个。哦呦，那确实痛，确实 痛。黑棋是不是现在他就把这个空糊上？飞这个，他是飞起来的。飞起来是吧？哇，这个，那这个当初要如果知道是这样，这个也可以考虑保留一下呢。对啊，他可能就是想免生虫。那我们得记着刚才这个判断的这个形势啊，是黑棋已经有贴目了。我们看看现在黑棋这边，白棋的目数基本没动，但是黑棋这地方长了大概一个10目棋，那也就是说现在黑棋大概是盘面15目的样子，现在该白下。还没15目，该白棋下。看白棋在这儿还能不能搞出点东西呢？比方说这一类的可以有这个。反正形势已经这样了。反正也就这样了，但是
这不就过分，肯定是过分的，因为你那还没活呢，这都是黑棋后，黑棋这跳出来就这样这样跳一跳，你这两个连不上的话真是不知道找谁去。嗯，这个正常的一般分寸还是飞一个。这是正手，或者说跳这个，跳这个都担心人家反击，这个应该是正手吧。但是好不肯啊，这个不知道陈耀烨你看能不能咽下这口气。陈耀烨果然咽不下这口气啊。那行了，这就是可以说是最后的决战了，给我们又提一下神吧。嗯，这个朴槿惠你看也很有意思啊。嗯，这个按理来说现在他即便下的这个猥琐一点啊，嗯，你这个也不影响这个形势了。嗯，但是不行，这个棋该怎么下就怎么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啊。这个不要老惦记着这个胜负这个概念，你棋下的都是正招，都是好棋，那结果自然也好啊。嗯，这个棋就应该飞起来，从这个棋来来论了。嗯，这白棋那儿都没活呢，还怕人家来搅搅这个吗？你要被人家搅翻，这说明你的这个力量是有问题的。嗯，力量不足。不过他是不是也是跟那个，因为之前好像他们两个都是中韩的天元嘛，啊，是不是跟以后的这种他们两个人对局走向也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这种气势上一定要有点讲究这个吗？讲究这个，而且特别是这种水平越高的人他越讲究。嗯，就是我不但要赢你啊，嗯，我还要在这个精神上气势上赢你。嗯，换句话说，就我不但要赢你这一盘，嗯，我要用这一盘要顶十盘。哇，我这盘棋把你在精神上击垮，嗯，以后你碰到我你就觉得啊，就有点发怵，就发怵啊。哦，那就是我一攻击你就觉得哎呀要死了，人家一掏进来你觉得杀不掉，这个出入非常大。嗯，这个心对，因为他们两个人今年要下挺多盘的呢。嗯嗯，LG 也是他们俩碰上，然后春兰杯也是他们俩。嗯，然后这盘可以算是一个头绪嘛，就是这个，嗯，他们俩之间其实完全不必在于一盘棋的胜负啊。嗯，因为他们之间还不知道要下多少盘呢。嗯嗯，今年其实已经可以看到的已经有五盘了。嗯嗯，就是那个中韩也是一个番棋嘛。是是是，嗯，他们俩之间就应该更注重这种棋的内容上的这个对决。哦，如果说这盘棋陈耀烨感到没有机会的就完败了，那这就会对他打击比较大。嗯啊，那这种地方也是啊，这个陈耀烨如果这个胜负手得手了，嗯，那这个对朴槿惠的打击就非常致命。啊，对呀，他这个地方现在他是小尖了。对，这个不可能忍的。这个，嗯，啊，小尖就是你要下力我上班，你上场我就算了。嗯，上场我相信他就是活了。嗯，这也可以说明这个朴槿惠还是不是那种啊莽夫嘛，真是啊。还是比较这个进退的，还是对啊，还是有数的，还是有啊。就像要是我这种莽夫，我就跳出来了。跳，嗯，其实也不坏吧。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说这个白棋会行啊，因为这两个哪个都不能死啊。嗯，啊，直接就把对方全部给拿下。不过王老师，我们之前判断说这个地方白棋没有走到的那个地方，好像还是可以有半个眼。对，白棋这地方有半个眼，嗯，是的，但是围棋得用俩眼呐，啊，这半个眼就不够啊。哦，就是要是被你一旦把这个地方先攻起来，我也挺难的。啊，对，这个朴槿惠这步棋总不是说是最强手吧，但是就是属于一个是比较中庸的一种选择。哎，我也不是说把你一定要让你走投无路弄的。哎，他不就是跳这个了吗？没有啊，是明摆的呀。啊，这是我这个已经有点糊涂了啊。我还以为他真的下了这步啊，他实战是小尖的是吧。嗯，对，这个还是比较中庸的一步棋。对，然后白棋呢也小尖啊。对，白棋地方拱一拱。嗯，黑棋长退，黑棋退。啊，哦，那这个就是收兵了，完全是收兵的这个架势。我想这个换了李世石来，他指不定就会下这种棋。哦，李世石就是棋界的最大的莽夫啊，真是啊，非常的野蛮。嗯嗯，但是人家每次都可以那个达到好的效果呀。那是因为他有力量啊，这个嗯，他这个可以不讲理。你看现在美国还用讲理吗？想打谁就打谁，完全不用讲理的，他们有力量。嗯，行，现在他尖了，然后立在这儿。那他这个说的很明白了，就是说你要这样，我就把你给卡脖。对，这个应该不行吧。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杀气
啊，人家黑棋这地方打还有先手，那你这个是肯定是杀不赢人家了。对，应该是杀不过。这个，这怎么着也是气不够。嗯。那不能立下来，不能立下来。虎一个，您就那个吗？你就回去了。这个我相信不可能的。这个就算脾气再好的人也会虎出来的。这最多十目棋不要紧。嗯。啊，这个我们赔得起。你这个这两块难得有这样追杀的机会，不可能错过的。这个我可以我。您可以打保票了。我可以打赌。我相信这个，如果陈元也敢虎这个的话，嗯，他会虎出来的。嗯。不过。您说这个地方会不会有这种下法呢？哦，我就是要把你这地方地给破掉。这个是个奇思妙想，这个我确实是没有想过的。但是如果说你要走这个，那么我承认那朴廷桓这步棋是正确的，因为你白棋的现在这个处境比这个还要惨，没错。啊，这个确实黑棋会陷入一种深深不会的这个状况。我就这样跳出来吧。我总要这不让你两个连上，你估计是很难活出来了。嗯，他实战是下去了，王老师，我们这话音刚落，他就立了。哦，那这个棋可能马上要结束了，这个局部应该是不会。那我们再看看吧。对，王老师不能那么早下结论吧？我是本着对他这个高手的信任啊，我想这个地方，嗯，如果他敢尖。嗯，黑棋改变，就是黑棋现在这种形势下，他应该是有计算的，他不可能是啊，对，就是没有就是听天的，嗯，不可能说没有任何把握就这么来的。嗯，啊，但是白棋像这种力呢，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棋再下正常的下，那也是就是无非就是再多下一会儿棋，嗯，再让我们在这多说一会儿，对吧？他，嗯，为了我们的这个着想，他就马上就来个痛快的。来个痛快的，是这样吗？我怎么总觉得这地方能搞出点什么呢？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白棋要不行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是正常情况。嗯嗯，那但是我们也可以再看看啊，因为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妙手呢？对啊，比如说我现在长王，你走哪个？你长，我直接就收气。你这个，哎，你又变招了啊？你刚才摆的是这个吧？哦，我刚才摆的是这个是吧？对啊，我还在看呢，我这有这些东西啊。那行，那我就那我没事。为了这个咱们的面子，我就摆这个也行。您就走这个了。啊，对。那我尝。你我先走这个。哦，这个倒没想到。我变一变。这是在引征是吗？对呀。啊。那但是我看看这个征子。这样我倒是没引上，但是我是不是留下味道了？留下味道了，这个不对，这个你打对呀，啊，你一打我不敢要 了。对。那我还得粘这个。那您粘这个，我再拐一下。天哪，这个确实是有点混乱了。这一要被我拐下来，有点要出大事吧？嗯，有点混乱，有点混乱。这我承认。那这个尖我可能不能尖了。嗯，我得吃这个。啊，那我再看看这个杀气嘛。那我们再看看嘛。嗯，这个，然后呢？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撑死会有个。我觉得你最好的结果会有个打劫，但是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蹭出来。但是这个棋形来看，你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个打劫。这好像没有劫呀。不行。嗯。啊，你还得，这个也没有劫，只有一元。我刚才能不能往那边飞呢？飞往这边飞是吧？往这边飞，我们来看看啊，往这边飞是什么情况？这边飞倒是延期倒是好手，但是我这个气是什么情况？往这边飞是好气，这个我一眼看不清楚了，这个倒有可能，这得摆对吧？这个陈阳也说不定就不差了，嗯，这得摆齐了。我们可好像要有劫了，感觉这样要出劫了是吧？嗯，反正也没事，我们就摆吧。好，我挡吧。啊，假设这样呢？那我好像一打吃，您已经死了。对，好，这出现了一个这个我死了这个变化，非常开心啊。
哦，那这个地方非是雅典，非一个等于是延了一气。哎、哦，那我们跨 ，OK， 要跨呢？嗯，跨完走。哦，跨完我要翻不到，我搬的时候你可以铺一下。对，啊，这个翻我可以铺。啊、嗯，那不行，那这个也不行。哎，那是好啊。那就是说有机可乘啊。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祈祷能下成这样吧。对啊，你看太平环现在也没有走 啊。那他没走，可能是在计算。对，他肯定是怕这个这儿。嗯，那我们再反复的验算一遍啊。嗯。那我如果要先圆啊，这个也不行，解决问题啊、这个极也是要点。嗯。也就是说，下成这样的形状之后，这个和这两个要点，白棋已经必得其一了。如果像成这样，嗯、那他不能吃这个，那就是说当时我的第一感摆的这个还是对的。对，然后我就开始那你这一尝，对，找点当当当了这棋。啊，那有没有可能这样呢？就是我爬过，那我打不到是吗？你得把这下叫到，你才能保证掉。嗯，你这下叫我就算了。回头是岸，是岸吗？这好像不太是岸。那我这个得的也很多啊。够多的了。嗯，这个。一下子，当初这个黑棋这个是点了有近15目，嗯，现在等于是扣除白的就没目了，嗯，你这地方白棋损了小10目，我其实还好吧，我一会儿还让你收气呢，哦，你还要再收点气，嗯，那你损失的就更少了，嗯，哦，那这个结果黑棋也不肯，那怎么办呢？现在他还没有下，他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招的话，是不是要坏啊？嗯，这个如果他下成这样子还没有招呢，有可能要坏，但是他还有很多的这个就下成刚才杀气的，你发现不对，差一气了，那可能是要坏，但是这个地方我要使个什么这种手筋呢，有没有可能，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比方说如果你要走这个啊，嗯，我通过啊通过这个交换之后，你这个那边没有引征了，你冲出来是怎么引征也不行了，哦，你跟他再争嗯嗯嗯，你刚才是靠这样整死我的，你这样打是打不整不掉我的。嗯，对，就是这个变化。对，因为我这样还可以搬一下。这一下确实起了点作用，啊。对，你这样，我这个子存在，你怎么着也整不死我了。那这就得是进入到靠妙手的范才能够安然度过吗？啊，这个那个，看来我们这个网站升级很好啊。本来这个局势已经快绝望了，嗯，这一升级，升级出现一丝这个一线希望，啊。嗯。那现在朴廷桓也开始常考了，对，他现在就得慎重再慎重。嗯，他也开始。那现在就是如果说是朴廷桓时间比较紧，那就是更是好了。哎呀，他还是挤了，还是挤了，还是挤了，我们现在就只能是看了。哎呀，那如果说信任朴廷桓的话，那就是说其实两个人的计算都很强啊。你说的对。嗯，那个能到达他们这个水平，计算也不行，那就上去就完全都是送菜了。嗯，现在等于是黑棋已经排除这个吃了吧？我们是不是已经来这样排除？我们别排除，我们希望他吃，可以说。哦，对。希望他来叫一吃。嗯。如果他真使出了王老师您的这一招的话，嗯。这一招我们也还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好棋呢，只是这么暂时看起来没错啊，这招只是这么一说而已。嗯，但是这个有没有可能这样呢？嗯，哦，气了，不会吧，王老师？在绞杀这个，这有点像讲故事了啊。对啊，这个太宏伟了。嗯，就是我们就说嘛，假设不小心朴廷桓这边打了一勺，然后看错了，全部阵亡。嗯，然后再转身绞杀这个。这个白棋应该还是能活的，嗯，那没问题。嗯，他团了一个，这种啊是，他团了一个。哦，团这个？不会吧？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团？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我如果退，没啥大用啊。退你得吃这个。那我一煎啊。这下我有可能会掩杀了吧？他这个团有没有延期呢？这个反正我们就摆一摆吧。嗯，我不用偷懒。对，
这个棋应该是绿这个是要点。我你收棋。嗯。我收棋，你收棋。我们就挤一下就当业余棋手。哎呀，好像黑的把白的杀了，这可以挖一下。哦，他那可以挖一下。对，好像黑把白杀了。那是天哪，这个，那他这个圆一个就是说气还是延气了，就是这个气，又靠这个圆，又靠这个袜，嗯，是这个意思吗？嗯，我们要不再确定一下呢？再确定，来，这回换我，换一下，嗯，你来，我来杀。啊，你对，你来拿黑的。我先可以哪个地方要点？嗯，如果我搬粘呢？啊，你就是，嗯。用搬粘是吧？我一挡。反正我这次肯定就是咱们一个一个收，这跟刚才应该是一样的吧？走走走走，嘿，好像这回变成黑的要死了。这不还是打劫吗？哦，打劫。这回变成打劫了。嗯嗯嗯。锦旗劫。啊，嗯，那你搬粘肯定不是要点，刚才咱们是把白棋杀了的。嗯，那就还是挡。还是挡一个，嗯，那看来您这个是要点。嗯，另一个他挡。嗯。你再搬。嗯。他也不能，他能做眼吗？他如果要想眼杀，不行，你做我不行，眼杀四三杀了，嗯，眼杀不行，你不能做眼，你只能拐。嗯。我在爬，你只能走。嗯。我在挤。不对呀，这不是死了吗？你再走。这个地方妙了，这个地方黑棋走不进去。对，你吃的时候他可以先宰一个。不对不对，王老师，您还是，嗯，我估计收的有问题吧？这个时候是这样吗？这样的，对。我如果我走这个，您走哪个？嗯。您这个，我这有子了。对，这样现在该黑下。嗯，该黑了，我先。你先挤这个是吧？对呀，啊，我先从这儿收。哦，你先挤不行了，这下这这个白棋不行，因为先挤你如果你要走这个，它一扑就扑死了。对，所以你只能粘，那就等于跟刚才那个就是黑沙白。嗯，那就还原了。嗯，正好这个袜起到作用了，黑沙白。对，刚才看了就这个图。嗯，这个怪不得朴定环这么厉害啊，哦！我们在这边咚咚咚咚 咚一通摆。嗯，是。结果人家这么快就算清楚了，他没用多长时间啊，是不是？对对对，他好像，哦，我感觉他可能之前就有预料到吧。这个。然后他把这里的计算已经看清了。也有可能对于我们很困难的事情，对他来讲其实是很容易啊。这就是这个计算力和才能的这个差别吧，没有办法。嗯嗯，这个。这个人家朴定环早就算清楚了，我还是有点难以置信啊。嗯，这个这的确是这变化，我们摆起来好像容易，但是刚才算起来也挺晕的。对对对。嗯。现在这样是看出来了一些。嗯。那么这样白棋只剩下这样选，但是这样蒸子没有了，这个他就用这个尖了，再打一下才能蒸。现在这样就没有再蒸子了。这也是这充分说明啊，这围棋这个拼的还是计算。嗯啊，嗯，这一到这种时候讲再多道理都没有用了。对啊，嗯，这一下如果说死了或者活了，差距也太大了。是啊，这个如果像我们这种计算算不清的，那可能就不敢这样下，然后就比方说这时候一看呀。嗯不敢了，就是一跳可能就另外一盘棋了啊，对对对，但是这个算得清的人就帮之一挤，嗯，把你直接就挤死。哎呀，那现在这个真的是，而且这个很快啊，这朴定环这个其实这地方他没有想太长时间，嗯，这个计算速度也确实是相当的了得。嗯，这地方真的就没有棋了，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对呀，他是小尖的啊，哦，然后是这样，现在，嗯，确实是我们像我们这种水平，还只好在这还在那反复的看，究竟有棋没棋。其实对于他们已经早已经看清楚了。嗯，没错。哎呀，那我们接着飞。对呀，啊，我现在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成立的话，真的好钦佩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如果是还就是像朴定环这样能成立的话，啊，嗯。那我估计只能让你钦佩了他。厉害。这个
这个这接下来我连我都算了。哎呀，也没有什么就是可以出点什么比如说误算的之类的关系哈。嗯，这个是啊，这种地方反正其实要让我下的时候我敢不敢都心里边都打鼓，作为拿了个黑棋的话，嗯啊，嗯，但是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再看看，嗯，对，我干嘛要收这一期啊，迟早的事儿，这个是跟期啊，我收没关系，你不收你迟早得收啊，我不走，你不走你也得走啊。哎，我这好像要捡到勺了啊，这捡到勺了是吗？嗯，你怎么办啊？哟，真是哎。哎呀，现在要换我上就好了嘛，这个，啊，等等等等，我捋捋，嗯，你怎么样？你是我收这个啊？你先收这个，对，您刚才给我摆到收这儿了，哦，我这不是放公器吗？我哦，你先收这个，嗯。那我如果要嗯搬这个，然后一样啊，收你再收这个是吧？嗯。那我得，我就怎么都不收这个。你怎么都不收那个？嗯。那我。如果说爬的话，你那我一挡好，又恢复到原来那个，我又捡到了，又恢复到那个变化了，是吧？没错。哦，那不行，那我得，那就是说我还是挤这个是要的。嗯？我还是挤这个，你不是收这个吗？不对，我收这个。我还是挤这个。我，嗯，我这条你我挖掉吧，我这个我要跳这个。啊。嗯，这回可以了。这回可以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如果是我，这地方还是要藏有玄机的，这个对这地方啊，你要像这种，我要先跳，因为你不能走这个，你只能走这个，对，这样我再粘上，对，这样就形成不入了，嗯，啊，这个先挖一下，嗯，然后一立，这就不入了，嗯，没机会啊，嗯，进死。他是，哎呀，跟我们走的几乎一样啊。哎呀，那就是他走的更简单，他先冲这个，他这一期他放到这儿，然后再一走。哦，彻底没变。哎呀，先冲完再走这个是吧？就你这一期跟这一期是一样。那我能不能先把要点占了呢？有啥用啊？我走一个。我们先把要点占了。不是吗？容易打一走。啊，你先一打，跟刚才一样。对，这个等于是我收到了一个攻气。嗯，这个这一地方必须得最后才走。对，白棋先把外边的气都走完，然后黑棋假设忘了跳这个，对，他就可以了。嗯，那我们来看看吧，调定方会不会忘这个？看现在这个状况，我感觉哦，嗯，陈小叶已经直接就脱先了，他很信任朴廷桓嘛。啊，不是信任啊，是真的再走，这不就是那个吗？把劫财都损光了。那也对啊，没交。现在也劲儿都死了，这个棋也是不是也就赠地了？要我的话，我就冲两下。假设没捡到勺，我就算了。嗯、为什么要这样呢？嗯，说不定这个棋这个等于是你冲进来又全部送掉了，全部被吃了。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没办法，这个黑棋这有一跳，对，这个是很清楚的、哎、你要一冲，哎，一挡，最后就出问题了、啊、这样就要出事了，这主要是你收不进去。嗯，这样是打劫了，这样就嗯，但是人家不冲。人家可以跳一个，你要冲的话，这一扑你就彻底没气儿了。对，你只能粘。王老师，您还在这儿继续耿耿于怀呢？哎呀，这不甘心呐、啊！这个地方，这个被朴廷桓这样吃掉，其实很不甘心。嗯，特别他这个展示了他这个速度啊，他不光是要正确，他还是速度很快，很快就把这个地方算清楚了。嗯，你想想，这个在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说他没有把这个算得很清楚，他按照我的感觉啊，因为现在肯定还有时间嘛，嗯，他可能会反复的进行计算。我反正是对，没底儿、啊，哎，把你这吃了就行了。嗯、我可能算先算个十分钟，嗯，他这个很快他就相信自己算的是正确就下了，那就很自信，嗯，对，很自信。
这肩二路肩也大关子了。对，收关子。这个收关子，哎，白棋可以跟他搅一搅。现在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收关子吧，可能就是在整理心情。按照我的通常经验，其实现在这个棋就是，其实是随时可能认输，但是呢，我心情先得整理好了。嗯，这个整理是指哪方面的整理啊？嗯，就是先想想这盘棋，哎，我哪儿下的不好了？我毕竟还在下嘛，就是临时就是在对局之中进行这种回忆总结，那会更有效一点，更有实战效果一些。那我、这个、等他想清楚了，可能也就、哎，算了，你厉害，我以后再重新再来。那你为什么要在对局的时候想呢？这是不甘心嘛，这是一种不愿意就轻易投降的这样一种心情。嗯、而且在对局的时候，你在临场总结会更有现场感一点啊，你想的会更清楚一点很多。嗯、还是说想一想，我等一下跟他怎么复盘啊？啊，那不会吧？这个复盘其实是已经是之后的事情了，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在比赛之中，嗯，哎呀，今天输的有点难受，我再想想，但是这个棋不甘心，然后我就再下两步吧，反正知道肯定是输了，我肯定要认输了，想清楚了啊，这个地方没想好，行，那认输吧。那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吗？不是，就是还是就是一种心情啊。嗯，我应该是主要是一种不甘心的心情，然后再加上就是总结一下这盘棋，回顾一下哪地方是具体的败因在哪里。嗯，调整一下。嗯嗯，现在那这个这撞两下也没有用啊。对，这个棋咱们可以预言肯定是不会收官了。对，这可能很快，也许十手之内就要结束了吧。这个对，调整调整也差不多。是啊，或者找到一个球头场就。要说结束，现在其实也可以结束了。是啊，他们还走两手，朴平桓简直是。这个力确实有点劝降了。对，这朴平桓简直是。就是说你什么赖皮节你也别不给你了，对吧？这什么都没有了，本来这地方搬一搬可能还出个赖皮节。对。就不知道陈阿姨会不会这个。这下一盘这样的棋很影响心情吧。还好了，我觉得这个棋还是通盘来看还是黑棋下的好，朴平桓下的好。你输给这样输一盘其实。没什么，有些时候你反倒会更兴奋，觉得哎呀碰到高手了，好，我这个争取要下一盘再把它赢回来。你就打个大勺子啊，像金彩英那样最后捡一盘，像朴之恩那样最后送吃输掉了，那会比较影响心情郁闷。对哦，那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盘棋的结果不足以影响他们之后，就我们之前说他们之间还长着呢，这个现在的比赛也不像吴大师那时候都是悬崖边上的决斗，你只要输了就可能生活就会受到影响，现在这个也不要紧，你输了还有很多比赛可以让你赢回来。那好像这一届就今天包括十六强好像韩国成绩还挺好的。对呀、怎么突然之间这个感觉他们反扑的势头就这么凶猛了呢？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之前都不太正常吧，因为中国去年把所有的冠军都拿了，这个无论怎么讲也还是不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现在可能是慢慢的会恢复正常吧，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的。是吗？不可能你老什么都赢。嗯啊，你就像这盘棋的这种状况一样，像这种陈阳也没有机会的这个局，在他们之间对局也是非常少见的。大多数情况都是要那。都是要战斗的一塌糊涂，对，才能分出个高低来。那您说跟就是像刘昌赫他这个国家队成立之后上台了，这些有没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啊？这个完全是就是心理上的因素吧，因为他时间太短了啊，这个还没有几个月呢，这个就出效果了。咱们这个下棋又不是干什么，是吧？没那么快。但是他们形成了这么一种机制吧，对他们参加比赛的人呢是心理上也是个激励。他们可能下棋的时候和以前的那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的那种感觉会不一样，他们会发挥的也会更紧一点。对对对，拼的会更猛一点。对，能有这个关系哈。哎呀，走到这儿之后还没有落子呢。还没有落啊，他挡了一个呀。这个好，
啊，还是一副收官的模样。这个有点令人吃惊，我觉得应该整理的差不多了吧？这个地方，这个在党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这个我也不懂了，这个不明白了，那哦，不过十六强之后就没有了哈，不存在说考验他的体力之类的，那他后面再那个。哦，好像这好像不会吧？我觉得没有人会这么想的。为了浪费一点体力，在那给你再耗两步，这个体力能浪费到哪去？所以应该还是他的一种心情。但是就是我不太理解了，他这个地方走完之后，应该整理的差不多了。嗯，这再挡一个，会让朴槿惠也不知所云了。朴槿惠本来想着你可能是不是投降？对，那现在我们这个看看跟大家的互动的话题吧。嗯。啊、哦，好，好吗？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谁是能否成为这个绝代双骄？绝代双骄、啊，不过那个朴槿惠是您认为已经是其中韩国一骄了？对，没人代替。这很高的评价。这不是也不能说很高，也是正常的一个评价。因为朴槿惠毕竟是靠自己成绩打出来的，又不是说被照顾了什么的。哦，好，那双骄嘛哈，就是中国相对来说就更怎么说呢，群雄并起这种的吗？是啊，这个有点多啊。你像最近柯洁围甲十一连胜，这个。虽然他自己挺谦虚的，好像说只碰到了三个主将，说好像是怎么着怎么，但实际上能下围甲的人呢都不白给，对，是一个谁也不可能就轻易的就输一盘棋，嗯，能这样赢十一盘，即便是朴槿惠来了，对，朴槿惠输两盘呢，对呀、他还没下十一盘都输两盘了，嗯、这是，但是朴槿惠可能都是主将多一点 啊，对，无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很难做到的成绩吧，嗯，而且关键是他的连胜还在继续呢。啊，对对，这谁也保不齐人家还能不能来个上下通杀呢？哇，天哪，这个可能是，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就不用说了，那一交就是柯洁了，全都杀个通关，那还说什么了？就是您也很看好柯洁哈？当然，这个一个是我看，一个是成绩啊，看这个棋手究竟怎么样，一个是看成绩，另外就看他。是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心都是在围棋上，这两个是相互印证了，如果成绩好然后还心无旁骛就是下棋，那这个当然可以看好他了、那大家都是这样吧，那不一定，那这个程度也会不一样，有些可能是非常的专注，有些可能只是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好或者说是一段时间专注，对对，有些可能是持续的，也是，看他的问题啊，跟我们互动的话题，他说，有人想问问王老师，女棋手方面有什么新苗子吗？我还想请他推荐推荐呢，这个也是比较愁人的是这个，因为，咱们的中国的这个男女棋手之间还是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区别的，像男棋手啊，你不用管他，他自己，就像庄稼一样，你撒下一堆种子，不用管他。他就不断的长出好苗子来，但是我们这个女棋手呢，你即便是精心培育精心施肥也呢很难长出一个好苗来，这个区别是非常巨大的。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要说原因啊，我从去各地的参加一些围棋活动也能看出来，这个包括现在去学围棋的孩子也能看出来，大概女棋手就占上十分之一的样子吧，那差十倍也差不起的，还是就是学习的女孩啊，只有十个男孩里面有一个女孩，那这个自然就选出好苗子概率会低一点。那王老师，您家闺女会学吗？会学。您准备让她走职业路吗？但是她好像不是很喜欢不是很感兴趣，不会主动的说是自己要求来下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学围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小孩子学一学对他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让他去外边的学习班上学，但是他自己就是除了上班以外回家就不就放羊啊，对那不会主动去，这个有怎么说呢，家里有这么好的条件居然不知道珍惜啊。不是，他珍惜也没用，我也不教他因为我也教不来，教小孩跟这个
教这个大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要专门的外边的老师教的比较好。啊、哦，我也不太会教。这个有很多爱好者都觉得您今天的讲棋非常的出色。啊、哦，那谢谢各位棋友了。嗯，对，王老师今天是第一次来 TV 吧？对，我这是第一次来。嗯，对，大家对您的这个喜爱，还希望您多多的来 TV 给大家讲棋啊。那只要这个刘老板召唤，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平时之间的关系都挺好的。嗯，对，大家都说您脾气特别好，肯定是因为教女棋手才是这样子。这个棋友的这个见解挺高的啊。嗯，我这其实脾气可不能说是特别好的人啊，但是自从这个做了女队教练，经常和这女孩子们一块摆棋，嗯，就不好也得好，因为有些时候你这个要是每步棋都是要严厉批评的话，这个就没法弄了啊。所以说慢慢这个脾气也就会变得好一点了。啊，是被他们折磨成了好脾气。哦，你这个词用的，但是也是有这种含义吧，就是最后也就是都能接受了，慢慢来，不着急。嗯。嗯，也有些时候是急不得的。嗯，哎呀，这个棋其实还是在继续的，王老师，我们是不是继续看这个内容啊？他们还在，陈阳月是一副收官子的架势。这个也请各位棋友也考虑考虑啊，也解读一下，现在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是已经理解不了了，为什么这个棋还要这个继续啊下下去？陈阳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不知道各位这个棋友有什么样的高见啊？嗯，王老师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嗯嗯，好的，发表一下看法。其实我是觉得他肯定就是想考验考验那个朴廷桓呗。这个我觉得不可能了，这个你那也太看不起朴廷桓了。这个棋还想捡勺，这个太看不起朴廷桓了。这个是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陈阳月在这个地方等于是一次胜负手，嗯，对，结果全部壮烈了，对，那个地方等于是最后就打算就走两步就求偷尝了啊，因为那个不可能有活路的，嗯，然后那地方人家都下出了这种一如利的禁止你赖皮节的这种手段，嗯，那这种时候就应该好像顺势而为了，所以我不太明白这个继续坚持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那说明就是非常的不肯啊，啊。是这个也，我们各位棋友也可以自己也帮我们解读一下，嗯，是吧？嗯，那我们就继续看。啊，对，好，继续看。走这个，然后黑棋跳，白棋贴，对。再贴。嗯，翻。嗯。嗯。然后，哎，长。长。对。粘，黑棋定型挤，嗯。粘上然后贴，哎，这种拐也都是令人非常讨厌的，这种是啊，这因为你是顶呢还是拐呢，你顶这被挡，嗯，木数是松的，你要拐的话就已经被人便宜了，嗯，但是你不走也不行，不走被人冲回来了，嗯，对啊，就是麻了这个地方，哎，对，这个词用得好，是麻了，怎么办，哎呀，要不然就这个时候吧，球头场，嗯啊，这也有可能，我不下了你就麻不到我了啊，对啊，我认输了还不行吗？就是闪呗，就那个， 嗯还是我们现在也就属于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了，嗯，看看大家的、这个、他们这个陈阳也不会想让我们多讲一会儿吧，啊，多讲一会儿再陪大家再度过一会儿是的是的是的，好，那就看看大家有什么这个，还是刚才说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嗯，这个问题上面大家其实还是期待朴廷桓能够就是打勺什么之类的，哦，就是这个太残忍了，我觉得这种期我们这个为了中韩这个两国还能长久的竞争下去还是别打勺了，这种棋如果打勺输掉的话我估计朴廷桓也就差不多了啊，是吗，能有这么严重、啊嗯、这个打击就太大了，因为这是下了一盘好棋、啊、嗯，没错，最后用这那么低级的方式输掉那是很难很难接受的，因为这个局面要打勺那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了，嗯，是啊，他看来现在的状态哦，有棋友说现在状态就是以十六强来说吧，可能是最好的就是柯洁和姜维杰。但是说实话，柯洁我看他跟那个范廷钰那个棋啊，嗯，
状态他真的好吗？他状态我觉得不如朴廷桓好。啊，是朴廷桓这盘棋所体现出来的，我觉得都有点不可思议哦。因为这个柯洁跟范廷玉也是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优势，嗯，但是最后边后来有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有点波澜，有地方产生了失误了，嗯啊，你像这盘棋这个整体上朴廷桓还没有失误呢，嗯，我们还没看到他哪步棋好像是臭棋，对，没看到，对，所以说要说状态应该是朴廷桓最好，嗯，柯洁但是他成绩是好的，状态真是不知道。倒是很希望啊，他能跟这个朴廷桓之间对决一下啊。嗯，对，好，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碰撞。哎，都赢，然后抽一签。然后抽签碰上了，那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不过这盘棋本来我以为就是像陈阳烨跟朴廷桓这个对决，有点类似于像冠亚军争夺啊，就是走看这个走势。不敢这么说。嗯。我觉得不敢这么说啊，因为现在虎视眈眈的人多了，具备拿冠亚军的实力也多了。嗯。但是如果说韩国这个朴廷桓要一输，那韩国差不多啊，他们的希望就没什么了。那还是靠谱的。啊。咱们中国不要紧。嗯。就是我们如果说包揽四强，现在是肯定不行了哈。嗯。看看哦，还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孟孟。嗯，看看孟孟其实早的我也觉得他不太行了，现在是不是应该也啊、哦？我这边网络动了，我们还是孟孟那盘就当他也输了吧。好像之前王尔宁觉得就是金世熙下了一个妙手哈。啊，对，我看他下了一步非常精彩的手筋，那、嗯、本来就形势不乐观的地方，嗯，对，情况下就等于雪上加霜了，嗯。二路点看，哦，他这我们还是把这盘棋给再继续看一下，尽善尽美吧。哦，他是搬，哦，他也开始，他麻对方，啊、我理解了，嗯，啊、他就是为了这一搬，对，他为什么要挡这个，就是为了施展出这一步搬啊，啊，这步搬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你如果，哎，嗯、不对呀、啊，这人家挡也。也没有棋啊，没有棋，就我好像这也有点昏呐、啊。我们看看他的、嗯、拐的话，嗯，拐我。哦，这个对呀、啊，这也没事儿啊，提，这也是啥事儿没有。对呀、啊，那是不是想通过这步搬，然后说我啊，这看错了，然后认输呢？认啊，嗯，就是如果朴廷桓打住的话，他然后呢一拍脑门，哎呀，看错了，会是这样吗？对，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球头铲，对，球头铲，对。这是不是最后一个了？因为事不过三嘛，这是一处、两处、第三处，第三处就算了，不能再有第四处了。反正还没走，朴廷桓也挺奇怪嘛，他也没有下呀。因为这步冲也很大呀、啊，冲、对，冲过来也很大。不过暂时是后手。后手啊，你倒是活棋，但是也惨啊。嗯 嗯, 嗯。我觉得就是现在从对局心理上打住就行，啊，因为对方都已经就、啊、这步搬。我也不敢说他啥时候认输，但是我觉得正常情况应该是最后一班啊，嗯，就是你挡住算了，别跟他较劲了。是，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难受了嘛。嗯，如果搬他黑棋挡住，他总不成是为了搬个站，因为搬站本身是亏的，搬站黑棋补在外边了本身。对啊，这搬站只有两目棋啊、嗯。所以搬一下就应该是意味着咚咚咚，然后就啊，就给我们展示一下，然后就结束。啊、对。应该是这样。嗯。嗯，朴廷桓不下子了吗？对，朴廷桓还没有走呢。这个可能去卫生间了吧。王老师啊，人家团上了。哎，这也不可思议的一手。不是，王老师还扶扶眼镜，表示自己有点。这是。这就是表示让你投了的意味吧？不对啊，你表示投了的意味应该打住才对啊。嗯，我们是不是哪看？嗯，有阴谋。嗯，哪里？这里有阴谋。嗯。天哪，你看看这个地方。嗯。这个样子。嗯。他要飞一个，你怎么办？嗯？哇哇！这回我们知道为什么陈阳烨不认输了，就等着这个呢。原来如此啊！这飞一个，
这一下子，对，这出事儿了。这一冲不一样了。嗯，吃也这也进不来，就黑的死了。你只能这样，这样恐怕是要逆转了。这个被人家空里面全吃掉了。那是啊，那这个不是。哇，这个朴廷桓同学没有中刀啊，这个，又一次展示了他的实力啊！但是我们小强同志这一扳也是非常的妖啊，真是非常的有非常非常妖。对，嗯。哎呀，他其实呢，就是忍住这口气，就是为了这下扳，就是为了这下扳，结果一扳，结果变一元，这个，哎呀，哎呀，好有意思啊！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的棋，确实是很有意思。那这一下，王老师，您觉得悬念还有吗？其实我也早就觉得没了，早已经觉得没了。这种对于朴廷桓，你像我都能看到，对于朴廷桓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这个计算这么快，嗯，啊，这没什么问题。嗯，这盘棋其实就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让我们非常的，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但这个局部，还是很赏心悦目的。这个黑，嗯，白棋的这种收官的手法，嗯，非常漂亮，漂亮，两步棋就来了。对，说不定以后还能再抠啊。对，指不定他不止两步。对，嗯嗯，但是也不是不止了，最多是两步了。如果你要他能爬回来才有两步，因为你这个子放在这儿，嗯，你要被人打回去的话，就等于是便宜一步棋还不到，嗯，上面还有半步，嗯，你只有全都走回来才有可能能便宜两步棋。对，但是现在的局势是两目应该也不足以影响胜负啊。我们还没有给大家点个目呢，但是点目好像太残忍了。这倒也是，这个还是我们别点了啊，这个我们棋手可以自己点一点啊。嗯，的确是，你这个话说的对，这个这两个地方损失完再点目可能是有点残忍。我们现在就只能是静静的等待结果了。不会，这让再让咱们说相声也很困难了。这个相声更就没什么说的了。王二，他们确实有人说您的这个评论说您有说相声的潜质啊。这个有点，可能大家没有怎么跟王老师就是接触过啊。我觉得王老师您平时就是这样的呀。哦，是吗？原来是因为平时训练的多是吗？嗯，我觉得是。哦，嗯。他还在继续下呢，没有放弃。嗯，这个没有，这个我们这个讲棋，就只要能让大家棋友开心，我觉得就可以了。嗯，有些时候哪怕讲的不对了，但是可能各位棋友也看看也挺乐呵的。啊，对，现在我感觉大家都挺乐的。嗯，那就好啊。行，就不管这棋的结果如何吧，反正我们是欣赏了一盘很不错的棋啊。嗯，是的，这棋很有味道。特别是最后这个地方，这个还陈小艺暗藏一个飞刀，本来是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打这个，啊，对对对，嗯，可能也是陈小艺满盘寻找这种机会，对，然后找到了这样一个设计出来一个小小的陷阱，嗯，但是很无奈，这个朴廷桓一下就躲过去了。朴廷桓还是老道，嗯，他估计也会想的，你这么简明的一个，你说的对了，啊，如果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地方，特别隐蔽，如果说，本身这个扳就很大的一个，比如说这没有子去跟你说的话，哎，对对对，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朴廷桓突然来一扳，这就很容，哎，你很容易就随手就挡住了。对呀，啊，你以为他逆收官子，哎，不走被人家扳粘了，这是有官子，嗯。但是在这个已经有子上这一扳，是得有警觉性了，就是没事来扳这个干什么？有警觉性就不好办了，那个，嗯，确实是。看来这个就是想减少也得是有。必然的这些什么因素在哈？那剪勺是一门功夫呀，这个啊，当年古力厉害的时候，那个棋就真是没少看他把别人折磨得痛不欲生。嗯，那就反正他那个时候就是，反正他要优势的棋，嗯，最后就没悬念，肯定是他赢了啊。你要一看他优势，你就可以走了，你不用看，不用看了。劣势的时候你就盯着看，最后也多半也是他赢了，啊，他就在那。弄啊弄啊，搅啊搅，最后搅得别人满头大汗，然后最后打一场输了。到最后，反正大家也都习惯了啊，反正知道这个棋，
怎么下基本都是古力赢，所以古力那一段是巅峰的时候，就是对对对，他在国内的成绩非常好，嗯，反正冠军基本都是他的，嗯，跟就是王二姨的意思就是他怎么下他都能下出点东西，啊、怎么下反正下不下出东西不管，反正怎么下最后多半都是他赢。你像现在在国内，嗯，还没有哪个，那是不是柯洁就有这种潜质啊？柯洁我感觉好像还达不到吧，就是。包括看他骑的内容上，好像还差一部分，还差点，嗯，而且他成绩上比当时古力差多了。古力当时什么四天三冠，我记得这都有过的，反正是每天就不停的赢。嗯，他之所以不停的赢，就是因为对吧？他劣势下他能减勺。对，这个减勺其实我自己是没怎么减过勺，因为我总是打勺啊，然后我就觉得怎么我就那么背呢，其实好像也不是运气哈。你说的太对了，你像这种能是这种这都是能是运气吗？这暗藏激光和计算的，嗯，你得有这个计算才行，嗯，没有这计算崩那就打勺了。嗯，哎，那就是说如果想赢高手一盘那真是难上加难啊。那是，嗯，就虽然说理论上有打勺赢的这种概率，嗯，但实际上能实现的实在是，那是，嗯，非常低的，嗯，特别是这个朴定环这种水平的人，这个，啊，这个还是被考验住了，还是拐一个，啊，还是拐了，这也是很难受的这个棋，因为这将来被白棋要假设是官子走掉，你再走你就可以顶住了，但是就在你走之前他先拐你一下，嗯。还在走吗？哦，走了，走这个。现在是不是个时机？因为王老师，其实说不定我们都理解错了啊。说不定小强觉得这棋就是慢慢拉呢。不，这个不敢，这不敢，这个你都，我本来想给大家点点，我你说不好意思点，这个确实是我也就，那我在心里点点吧。嗯，您点出个结果，告诉我们。七十六目，谁？黑棋是也是往少了说的。哦，黑方。嗯嗯。白棋，嗯，六十目，多算点儿，白棋能达到，也就六十目了。嗯。刚才说黑棋多少？七十六。哇塞，那就是人家是黑棋是往少了说，哦，黑棋不能往多了点。唉，所以这个地方黑棋一口气、两口气、三口、四口，嗯，二四五六七八，嗯，快四气，嗯，所以说且没有什么东西可弄了。对，确实是还是不数的好。嗯。现在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了。是他的，这个，嗯，哦哟，这个小强今天异常，表现非常异常，嗯，就这个棋，那您觉得怎么样是正常呢？这个在这个地方下完认输是比较正常的，嗯，这个地方下完了，这个一关被朴定环闪过了，嗯。就算了是吧，这个异常也有点异常，这个那可能小强也想让我们多在这儿跟大家聊会儿天呢，我们已经这个口干舌燥了已经没有话可说了，都在他，我们现在得求求他赶紧吧。哎呀怎么办，看看大家有什么，不过这是最后一个战斗了吧，最后一个，我冒昧的在最后再预言一下，因为这个已经没地方了，嗯，我们把这个局部是不是看完，好，再揣测一下，看他是什么，嗯，像这种地方的这种意味深藏的这种招吗？我不知道，我现在完全不会了。这靠，这都是黑棋的子儿，黑棋肯定要搬的呀。嗯，对呀，啊，他是搬了，嗯，然后还没落子。时间上现在是，嗯，目前不知道哎，多那个看看这个，嗯，他们这上面的时间，这上面应该不准吧？也
这是而且他们，我感觉他们时间好像差不多，因为中午封盘的时候，王老师我去看他们的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入时是基本上一样。啊，几乎一样。十点半、十一点半、十二点半、一点半、两点半、三点半、四点半，就是六个小时了。美方那现在应该也读秒了，这倒是。嗯。正常情况应该读秒。对呀、那么就读秒的时候，说不定有机会呢。你就爬不到。难道是这个陈耀义把这个两幕抠来之后，心情大爽？有机会了，觉得，但是。这个。不是，这确实是不是，这是比较少见的啊。这大部分那个我们的职业高手还不是会这个想着这种戏还要再赢。就是有点不甘心，我觉得。今天这种情况我已经说不通了啊，这是很少见的事情。今天这个。哎呀，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结束，有可能随时会结束。那么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提给王老师的一些比较有这个要给我提问题，可别来点难度的啊！最好像一加一等于二这种问题，我很乐意回答。那是什么问题啊？别有点什么难度的这个。比如说，您觉得哪种问题是有难度的问题啊？哪种问题啊？我不会回答的就是有难度的。那别这样讲。那王二，您觉得？就像现在棋手们，你看朴廷桓也是，他在议程上就是网络上哈，这个对局量非常的大，柯洁也是，是不是对局量越大成绩越好啊？有关系啊，因为你一般在网上下棋都是在晚上的业余时间下，你这个对局量大，说明你的业余时间基本都用来下棋了，那就说明你的努力程度比别人高，所以你成绩好，这是还是有逻辑关系的。是这样子啊，我以为是在网上那种，就是比如说十秒、二十秒这种锻炼的多了之后，有了一些棋感啊，或者是什么一类的。我觉得就是说明他的这个业余时间用来下棋的比较多啊，网上对局量大，说明这个问题。这样，那就是说明他们两个，就目前现在成绩最好的柯洁和朴廷桓都是非常专注哈，对于这个棋上面。那是那您有没有比较看好的新人呢？新人那就得新到我说出来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才叫新人是吗？像柯洁不能算新人了是吧？李新成也不能算新人了。对，那个许家阳算新人吗？许家阳我感觉跟他们好像都差不多，那也可以说说您的见解嘛。许家阳要算新人，许家阳也还不错。许家阳今年好像成绩没有他去年的时候好啊，我这个成绩倒是也搞不太清楚，我主要是看他的棋，我觉得下的还是不错的。您就是说内容哈，从内容上来讲。看看大家好像还真挺有意思的，您说了许家阳就有人提了许家阳。是吗？那他也不能算新人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不能算新人。有棋友说个零零后的，咱们零零后好像没有几个吧，现在在国家队的零零后现在14岁，那肯定得有了。但那我可能还真不熟，也就是没几个啊。我平时还是主要是主要关注女队成绩，比较关注女孩。那您觉得韩国女的哪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韩国呀，成绩将来会。其实韩国的状况和咱们中国也差不多啊，这个他们的男孩的就男的这个苗子都不如中国多，那他们女孩的可以说也是少了，寥寥无几。但是大家都少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就是对韩国比较有利了啊，就不像男的，男的是。等于是要比局团作战，中国要有十几个，对不对？那他那个再多一两个都不管用，反正大家都少，那他冒出一个是一个，然后他们就有赚是吧？对这个情况，所以韩国女的，情况比男的要乐观一点，冒出一个来就是一个呀。你韩国再多冒几个也没有用的，男的再多冒几个也没有用，咱们反正多的是。对，那您觉得这个成立了国家队，就韩国成立了国家队，对他们女子会有一些促进吗？那肯定。那肯定，你像咱们女孩子这两年成绩也不错，但是像冰胜杯都连续包揽4强了啊，就是为邱龙山冰胜杯，但是
这个就是和这个在国家队训练和男棋手一块训练还是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现在韩国也、也这个他们也是采取这种机构、他们现在每周啊，上次听刘昌赫说，他们也是每周都要去，从早到晚。一般他们我说那要不去不来迟到有什么惩罚吗？刘昌赫就笑一笑说。这个还是靠自觉的、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对但是至少在目前吧、他们还都是很自觉的、因为他们这个有那肯定啊可以跟高手下当然愿意去了就是他们包括男的呀对他们教练组也每天也都是像我们这样每天来上班这个应该这盘棋还在下呢、还在下王老师我们应该本着什么精神再给他们摆完哇这有点冒汗了这莫非要数棋现在看起来是有这个势头啊就是在收啊哦哟这个要数棋打了一下这个地方啊这肯定是打将了没关系那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听我们好像还是要陪大家继续聊天对之前俺们接受导演的这个任务书的时候就是说这盘棋讲完早知道跟导演谈谈了是吧我们把这盘棋讲个能出结果是不是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但是您也不能断言啊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就是说你还没有绝望是吗那我总是支持一下我们的小强了那我其实我觉得现在应该得支持韩国了希望像上次就前天吧刘昌赫一块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他有一个观点我也非常赞同他就是说这个还是有竞争的项目比较好一点你要是什么比赛都是中国拿冠军最后也没人关注像现在所以他觉得就是从围棋的发展的角度现在韩国也必须得强大起来不能这个冠军都让中国拿了这也不是件好事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去年包揽了全部世界冠军的情况下今年适当的让一两个出来也没事哇您这个话可不能这样讲啊我当然他们因为我反正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这个在比赛的人肯定是不干了那是啊这在棋盘上肯定谁也不愿意输啊是都是全力以赴的哎呀那我们就还需要敬业的再陪大家把这盘棋整体看完他肯定是要收官了这个看起来不太可能会也指不定他这个会出其不意呢我们都让他认输他不认输让他收官他可能反倒不收了这种是不是也说不定呢好他走了吗他还没走这时候读秒了应该是会对啊会进行的比较快一点了是啊要不然王老师我们就把今天留给大家讨论的那个就是要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去最后讨论的那个话题先抛给大家吧好啊您开就是我们在那个讲解之前的时候您就已经给大家透了一半了呀对对对不过我相信记住的没几个这还由您来说吧似乎我们的话题是朴廷桓最喜欢的韩国女明星是哪位对就是大家参与这个讨论然后呢在我们的公众微信的账号上面来留言那么就会有我们送出的职业棋手签名的明信片应该来说还是很诱人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呢就赶紧去留言吧马尔您知道吗我也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小八卦问题那也是那天和这个就是和刘昌赫一块聊天的时候说起来就是他说我问他我说这个韩国的这个女孩子里边就是女棋手里边就是他们觉得就是比较漂亮的是哪几个你问韩国的女棋手谁比较漂亮对就是这怎么回答这没问题这个老贺非常爽快的就回答了但是可惜他回答的是两个人有一个人我知道是韩国的吴正娥小娥子还有一个是他说是许英浩的女朋友这我就不知道了真是没听说过这个人不认识但是他说是职业棋手这
这个我也很好奇究竟是谁、哦、但是还没找到答案呢。那您还挺有八卦精神的王老师。嗯，这个是这个是这很八卦吗？这个很正常，这个我觉得，嗯，好吧，那、嗯、那他们那个您问完他们，他们有像您一样在回问您这种问题吗？当然，他们这个话题就是都这么挑起来的啊、嗯，那礼尚往来嘛，这都是啊。嗯，但是这个要是要我说，那我就不方便了啊，这个。要我来说咱们中国的那就不太方便了，我要我说咱们中国的都很好啊，都很漂亮、啊、还没有问您您就直接说了是嗯，他们这个就是说的这种漂亮或者不漂亮是公认的吗？还是就是刘应该怎么称呼他呢？刘前辈，刘前辈这样觉得。嗯，对，像韩国他们是这样的，他说差五岁就不能称什么哥呀、弟呀、姐呀都不行了，差五岁就得称前辈了。嗯、啊、嗯 嗯，所以叫刘前辈是没有问题的。对呀、啊，就是说是他自己这样觉得，还是大家公认的？我觉得是公认的吧，而且韩国他的女棋手也就没有太多，也是没有几个了啊、嗯，经常出来的那几个。里边吴镇娥应该我也觉得确实是算是不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的了。 嗯，挺可爱的，而且棋也不错。 嗯，对，我们都没话找话了，这个棋确实是咱俩好像有点艰难哦，还是没有结果现在，然后走到这儿黑棋走了，我们这瞬间他就走了一手。哦，虎了一个。嗯，现在是不是黑棋只要把子落在棋盘上啊、哦，他这是不是还他要长了，这地方还要再练出呢？哎，征子哦，对哦。不过他这个白棋可能顺手就点一下。嗯。这个应该会点一下吧。嗯。这个虎也是厚实无比呀、啊。对啊。这个就是现在把棋脚下在棋盘上就没问题了。嗯，是啊，主要是那个唯一的一个有杀气的，就也没，确实是。嗯，啊，飞了一下，那边那个飞。哎，这个平台好像落子飞快起来了。是的。莫非他也有点生气了？生。那您吃饭的时候是只跟刘前辈吃了吗？还是那个他们都去？还有木木，有中国啊，那他得当翻译嘛，对，是吧？木木的这个中文非常好。嗯，然后呢，没有跟棋手们。那棋手他们。在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没有共同话题了。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和刘昌赫刘前辈以前在云南队一块打过比赛三年。哦，对啊、嗯、是有这个渊源。对，所以说、嗯、还是比较熟悉的。对，比较熟悉的。嗯，哎，那你们现在也挺有意思的啊，您可以跟他聊聊这个国家队这种状况，还是有共同语言的。那是因为去韩国，他就会也会请我们吃烤肉。嗯，嗯，他又下了。对，他搬砖了。啊，这先刺了一下。嗯、这个难道是真的要收官吗？这个先手三目。对，然后小尖那个。小尖那个，嗯，但是快四期啊。你已经数过了。这至少快四期。他好像还没有挡啊，走哪里交换了一下之后挡了、嗯、我看一下尖的时候 哦，怎么收了个气、嗯、收个气、这个、对，然后再挡住。哦，挡还好啊，等你顶的时候再跳下来再跳。 嗯，然后他再尝这个。对，还是要继续下的，尝这个。这那要下我们就替他下吧，尖是那还没走，还没有走、嗯、还没有走，我们就继续等着看，说不定现在其他的棋也出结果了。其他的棋，对啊，可以看看这个棋友们比较关注的梦梦什么情况。我这嗯姜维杰赢了，然后木哎不对，是梦梦还没下完，还没下完，还没下完，您要不再给大家判断判断？要还没下完就还有戏，因为我觉得那个棋，如果不如果
正常情况应该要下完了。对，之前我们好像觉得那个妙手一出，好像就没什么悬念了。本来那是一盘官子棋，还是、嗯、不是大杀大砍的棋。嗯，如果今天孟孟也输了的话，那么这个皇太子应该也出结果，肯定出来。现在没什么大棋可走了。他们这盘，那如果金雀西赢了呢，就等于是串烧了我们的刘老板跟孟孟。这个新浪点目靠谱吗？您在看点目的那个功能 啊新浪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如果把一些就是要新浪点目九目、嗯、啊九目啊，但是我看的好像这点目非常的粗糙，似乎应该不怎么靠谱吧，不怎么靠谱，这就差两目、嗯、啊再点一下。新浪点目是那样的，王老师，您要把所有的变化都走干净。不止九目了，就下了一步就开始就变了。哦，那上面也要补好几个。九变成十二目了，十二目和我当初的判断倒差不多，当初看起来就是。嗯、那也就是说，梦梦好像也是要输了的样子。嗯。嗯。柯洁赢了。柯洁赢了，柯洁赢了。哎呀，那看来这个王瑶精心准备的这个刀法没发生作用啊！啊，什么意思啊？就比赛前一天，我们发现这个就是很少看见王瑶来棋院啊，并不多。嗯、到训练室自己在那儿刻苦钻研。是吗？嗯。哦，他就是针对性的。对啊，在研究一个就是白棋目外黑棋挂进来，就是柯洁现在很喜欢，嗯，对，下个白棋下个目外，然后他黑棋挂进去，昨天就那样下的，哎，那个变化，嗯、他在研究这个。哦，但是最不幸的是他在那摆着摆着柯洁出现，然后柯洁在那看着跟他一块摆，然后我们就说这你王瑶你完了，你的刀明天是没有用了，而且说不定小柯洁还可以给他上点药。嗯，就正常下王瑶实力肯定还是不行，就是我们开玩笑嘛，说只能靠飞刀取胜。嗯，但是现在这个飞刀被柯洁看到了，对，现在没用了是吧？嗯、是。哎，我们不能这样黑王瑶。哎，这盘还在下张涛跟崔哲翰，没有了，崔哲翰赢了。哦，对，张涛昨天，您也看见他了？靠个没有，靠打劫售后把这个朴文瑶给赢了。哦，对哦，嗯。不过好像张涛的这个势头也挺不错的。对，张涛实力还不错。嗯。但是我觉得应该不算是新人了吧。对，张涛应该不新。已经出来很多年了。他好像是八九年的。嗯。看看驼老呢，驼老输了啊，驼老输给陈诗英了。陈诗英很厉害的哦，不能小看。当年敢跟在古力还强的时候，敢跟古力叫板的，而且还真赢古力了。真赢古力了。嗯。陈诗英。其实反正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特别爱棋的人。哦，那你这个我不真不熟，因为上一次就是他赢李世石那个是什么比赛啊，好像就是这个比赛，对，64强、嗯、前一天他跑到场去下棋了啊，嗯，就是已经要第二天就比赛了，他还跑去下棋，好像是跟辜子豪下了一盘，是吗？嗯，然后第二天就把李世石砍了，是吗？那他应该请顾子豪吃饭。反正是，哎，一般棋手是不是在比赛之前就不太会下棋了，就是不会再去对局了，保持个状态。这是老一代的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好像新一代就是越是比赛前越喜欢上网下两盘，找找手感。啊，嗯。陈诗英赢了驼老啊，把我们的新科世界冠军也赢了。嗯。然后。还有谁是啊？我看看，还有在下的吗？邱俊，嗯，这个应该还早吧？邱魔王跟木木，对，嗯，还真的是很早啊，这期看起来。木木有这个心理准备，那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就说，知道他要跟邱俊下了，嗯，我说你要输可能很早结束，但是你要赢那现在可是艰难，你就得煎熬一阵了。嗯，你可以很痛快的认输，但是你要想让邱魔王痛快的认输，那是不可能的。嗯，估计他没有这种共识吧？以往来跟他们木木是对中国很熟悉啊，嗯，所以这种他都很清楚，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准备好恶战一场。嗯，
也就是现在只有三盘棋没有下完，但是呢，我们可以大致的，这一盘呢已经判断出来了，然后还有孟某那盘也差不多了，然后还就剩邱俊那一盘，就剩邱俊这盘了。他们这个棋，我主要是一招没看，这个也不能乱讲。哎呀，那我们还来看看这盘吧。哇，这个还在下呢。又下哪里去了？我看一下啊，刺完了，现在都下200多手了。200多手，那他们我看看。嗯，走完了之后跳这个，跳，然后黑的把这个长出来了，果然是要长。长，然后呢？这长成立吗？哦，成立。它这有断。对，有个断。嗯。然后一吃完这一断，一搂包。对，有，不能进去。这样，那好像黑的又赚了嘛。贴，对。然后他点在这儿，嗯，挤一下，嗯，这样。哎呦，这个形状也是歪歪扭扭的。那我现在下一手肯定是必然了，肯定要走这个了。嗯，这能成个两目吗？咦，这个形状还倒也是挺顽强的。嗯，都撑得住。嗯，撑得住。有两目。有两目。不过对于总体来说也没什么影响啊。那是。的。棋友们好像跟我们的感觉差不多，也都看累了。是啊。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妙手吧？哪个啊？这个地方啊、嗯，好像没有，也白棋好像可以成两目。那、嗯啊、这个地方将来的官子很爽，这个、嗯、但是他现在走这个了。哦哟，机敏机敏，要不然被黑棋一靠，中间一目没有。对，走这个这还能，但是你要走这个可要是真是人家要跟你说到了。哪里有棋啊？这个断开之后，你这两个不都是掉的吗？没有掉啊！你比方说我断是先手，你得补棋吧？补一个，嗯，我就做一个。那这一断，这不这你还能要吗？能啊，我就粘上吗？这样、嗯，哇，这不是先手吗？哦，把这个走掉。嗯，嘿，还真是。那我就算了，我就冲你一把。对，冲的你也够恶心的了。你一下就是那个朴廷桓的招。哦，他就冲了。这下没断，哎，他顶住。嗯，那这回莫非我们真的是要啊预言要实现了吗？就您觉得终于结束了是吗？真的，这回预言真的要实现了，在一个不抱希望的时候。哦，秦将军会不会偷偷摸摸等着你撞气，然后把秦将军杀了？但是不行，那个白棋没有撞气啊，关键是我就卡进来、嗯、没有气、啊、对，那就只有四气。那行了，这回我相信我们的预言要实现了。哎呀，王老师，结束您也不用这么开心嘛，大家都还是希望我们可以敬业一点的。 啊是吗？这个在这儿废话连篇的，这也很痛苦的。就是主要是没什么可聊的了是吧？嗯，这实在是没什么，这个地方无论是断还是挤，这白棋都死了。嗯，这个是的，我们他现在是朴廷桓还没有下，哎，没有下这一招哈，是您的梦想又落空了。我这他走了这个，是眼神不好还是什么呀？好像没有。哦，对，啥呀？我们这个也太希望这个太太的这个地方。哦，这有个眼，有个眼，哈哈，忘记了这。哈哈了，这只能是哈哈。对，只能是他怎么不早交换掉呢？这个有什么保留的必要啊？保留才有可能减少呀。哦，不知道现在是飞，他们继续慢慢的下吧。梦梦这棋很细哦，新浪点目八目。王老师，您如果不说新浪点目，就说是您点的，好像可信度更高一点。不，我点目不牢靠的。看电脑点的是吧？这个电脑应该是准的，全都下完了。天哪！啊，半目啊！可惜喽，盘面八目啊！才盘面八目。哦，这比赛贴几目半？这中国规则，白银背，中国规则。
啊，哇，非去收口还能拉吗？可惜了。确实啊。嗯。不过也算是拼搏到了最后了，拼尽了最后一滴血。可能是确实是尽力了。嗯。金志熙串烧了我们围棋 TV 的两大当家，应该是成为了我们围棋 TV 棋迷朋友们的一个噩梦啊。嗯。哎呀，那他们这次确实是大捷嘛，这个韩国人。但是这只要有一个，嗯，他们主要没包揽，只要有颗苗子，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韩国人他干过这事儿呢，白鸿熙都能干这事儿。白鸿熙咱们这个，啊，对啊，随便，只要有一个火苗在，还有希望，就不好说。嗯，是的，现在我们这盘棋也不能就说完全没有机会了。天哪，这个在我看来是这至少得有近100手了，都是完全是一种，就像这个。巴西这个对，下半场的那跟种德国一样，状况，因为上半场踢完，下半场就是垃圾时间，就完全是，哎，这个是不是不下了？没出结果，还没有出结果，还得等待这呀。个一飞，主要他还如果说这个，即便有这个官子，他也比较难受，他就等于需要你，比方说你要一走。不能走这个呀，走这个我一搬进来呢，哎呦，你还有妙手是吗？是不是你没法应了？哎，怪不得呢，那我只能走这个，您可以走这个呀，走这个也反这正个也不怎么挤一下没便啥宜，便宜，对。然后他再把这个收掉，哦，那你白棋还得先把这下叫掉，你叫掉撞一期。撞一期应该不，没关系吧？哎，这个确实是一个鸡肋的事情。这个以后我们得跟导演谈好了啊，这个胜负差不多了，可以让我们就休息了，是吧？那也不能这样啊，是。就是谨防万一这对呀，个您之又……前不还提醒我们了吗？有那个朴智恩的这个前车之鉴呢。天，那个这么数十年来，中日韩棋业。好像还有一回这个川蓝杯，马老师捡邓邓数丽君三，三，也是单关键阶对段，呀，那个但不是是也那个是应双该，气吗？那个跟应该跟可能跟规则的理解有点关系。韩国像日本的棋圣战，有一年王立成挑战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么一种情况，就是收单关的时候，结果人家叫吃他没粘，最后王立成当然就把对方给提下来了，最后还引起一些争议，因为约定俗成的时候，就是收单关的时候，就大家就不算了。有这种约定什么，但是围棋规则里边是你得下的。对，就是说，也许他们的争论就是在于这个到底该不该提。对，就是你按照这种大家都彼此默认的这种规则，就是你收单关了，就是棋都下完了，就不下，再接下来再下的就不是围棋了，就不用再下了。但是围棋规则呢，是得收完之后才能数子，输，才输的，所以说。那最后是出怎现么了，判了？最后呢？当然就是，你像所有的捡勺的一方都算赢了，最后的，还是尊重了棋道嘛，就是说你这个是，内容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还是有效的。是，哎呀，不过也想不出来跟大家聊点什么了。这个时间，反正现在棋是没有结束。也读秒了呀，对呀，他又在这收了点气，是吧？哪里啊？这个，哦，这里面这人收。家肯定是会这个跳粘上，那您觉得朴廷桓这盘棋他下的确实是挺出色的哈？的。嗯，那他有什么弱点没有啊？田村环比较全面，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讲高手都是很全面的。他要真有弱点的话，那他也不能成为高手，是吧？人家盯着你的弱点一通猛打，你就顶不住了，如何当高手？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这样确实挺厉害的。嗯，不过他们只有朴廷桓一个，我感觉，是就是相对来说突出，的，这方面就是，金日希可能好像金日希也没拿过世界冠军哈。77目还在点目呢，实在是没事儿干了，77目，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八、九、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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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点也是排面十几目的这个差距，不太可能挽回。这边一飞还是飞得挺难受。对啊，心情不好，走了几下之后也没有啥用。哎，怎么已经有一个转播结束的，是写着转播结束吗？还是但是棋友们哄哄们的，但是写着黑胜1.5目。啊，那是木木那盘，木木那盘。哦，我不是啊，是朴定桓这盘啊，黑不可能的，这盘怎么可能只赢1.5目呢？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木木那盘倒是赢1.5目，不，木木那盘是半目。半目的，因为它韩国规则，它系统只能默认1.5目。是吗？嗯，对。哦，我再进去。这盘要赢1.5目，肯定是出大事情了，那地方。我现在上了新浪看也没有看到。这不还在继续吗？对，好像是在继续。顶了这个。团上，那这地方的官子是不是朴廷桓收的也是有点小问题？他怎么不挤那个，或者是往里冲，或者把这个打了粘长粘上？这一段白棋不是火起吗？哦，怎么会有没有啊？挤一个不能成立吧？没有，就是你断是先手，我可以补一个活。那是什么意思？这个被人扳死了。现在是要有扳，他就是扳了。那反正他随意了，这种时候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反正他也够他造的了。梦梦半目输，大家都在这儿替梦梦惋惜呢。那先吃掉会不会便宜一目棋啊？白棋先吃掉。是啊。这就不理解，他应该走掉啊。吃掉他不是，他也有他的痛苦，吃掉你就撞一气。可是跟那一气有什么大关系吗？有关系的，还是撞一气你得把这下揍掉。对啊，这下揍掉是损目的。那我先退一下呢，如果。嗯。我先退一下，你也提。现在来不及了。嗯。你先退，把这下损掉了，不好。对，也有不舒服的地方。那么今天这盘下完之后，其实他们就是当场在抽签。对，我这不敢说了，这是因为在16强里边是重新抽签的，8强不知道是不是还是重新抽了。哦，如果要重新抽签的话，大家都得等那个比赛结束。对，出现过这种的，在世界比赛里边是不是第一回了？就有我记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比赛了，但是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好几回。就类似于这种棋，已经都输挺了，没什么变化了，但还在那儿坚持着下。某位棋手咱也不点名了。但是像陈小姐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那不肯定不是她啊，就是大家都在那熬着，等着抽签呢。坚持到最后也还是认，然后一堆人在赶紧在忙活抽签，所有人都走不了，新闻记者也发不了这个稿子，其实这没啥意思啊。这个现在是棋局在继续，看一下他是贴了，他是没怎么下的，打冲完打吃，白棋顶上，然后踢一下，这方白棋成了4目，也还比我们刚才预想要好。哎，随便他成多少目了，这个棋跟胜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最后是输多少的问题。是啊，百灵杯的奖金多少？180。180，您这么熟悉啊？180万。对，我要没记错的话，就是180万。180万还挺高的了。少个零也不少啊。这个是这个。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比赛的奖金其实是非常高的了，因为人民币也是不断在升值嘛。你看应氏杯，那20年前它就是40万美金。那时候是一个天文数字。到现在慢慢的都快追上了。对呀、啊、对呀、啊。
确实是这个棋，我们现在只好等待着，看看结果。可能有刚来的棋友还不太了解状况啊，但是我们基本上看一下啊。啊，还有刚来的棋友，那跟他们说什么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预测一下会不会出现这个两位成为当代的绝代双骄的这个问题。不过大家好像不是特别的，就是参与的很热烈，就对于这个问题。那大家比较关心什么问题呢？大家一般都会关心的就是梦梦赢了输了。哦，是吗？那梦梦这个这么有那名是气。啊，梦梦是我们 VTV 第一主播啊。哦，这个玩意儿您不会再有什么质疑了吧？那没有没有，这个是。啊，现在是，现在这棋确实有点不甘心，还一直在下，还在走呢。挖了一个，挖了一个，硬了一个。其他的，有棋友说聊聊八卦，他也没啥聊的呀。王老师，那不您就把您仅有的一些八卦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我的八卦已经都说完了，连那个问他们觉得韩国哪个女棋手最漂亮这种问题都。但是不过我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一个啊，我印象中韩国那个就是下围棋的女孩子，或者是从事围棋相关职业的，好像并不是这个吴镇娥最漂亮，但是我不知道人叫什么名，不认识啊，因为她并不是职业棋手。但是我记得上次去韩国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应该是在韩国做一些这个就是类似于你的工作，就是讲讲棋啦，或者是。谁说的？我的工作是比赛，王老师。就是你现在的工作啊，就目是前来讲讲棋，然后跟爱好者下下棋。有一个那个女孩，我觉得很漂亮，但是我不知道人叫什么那您不是白说吗？是，您说完又没下文但是没了。关系啊，你们以后要有棋友去韩国棋院，或许就能碰到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了，或许求指导一啊，盘。对呀，或者问，因为韩国它有一个这样的活动。它棋院的地下室1层是对外边开放的，好像会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有女棋手去讲围棋入门啊之类的事情，或者是你要愿意下指导棋，还可以下指导棋。这样子，哎，有棋友问了，那个李色娥怎么现在不出来了呢？也出来呀，他这个前不久是一个什么比赛，他就也下了，他也会出来下棋的。那个今年的黄龙士双登杯三国擂台赛，他就选上选上了，了，不过已经比完了呀，对，是比完了，就是那个比赛他也下了，哎呀，李色娥大家比较关心，可能也是因为那个亚洲杯的时候，亚运会，亚运亚运会会，他这个非常神勇，对，天线宝宝。对呀，他们那个比赛对他们韩国两个棋手是非常的这个非常重非要常的。大的，因为他们获得了这个亚运会的金牌之后，可以获得了一笔就是类似于终身津贴的这样的一对，些，终身津贴，没错，哦，那个非常大，好像每个月就有几千块，就合人民币啊。对对，反正不是特别多，但是你什么不断的，只要你在世就会拿，这个就很对，大了，这个。没错没错，我也觉得这个还挺羡慕的。那当然是啊，那所以好像是李色娥跟朴廷桓两个人。对呀，所以这李色娥可以说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人啊，他这个棋没有说是不如什么朴智恩啊，不如崔静厉害啊，但是他却能赢的是地方对，赢的是地儿，没错，有意思。那也就是说，他们，哎，那您说国家队的女棋手，韩国国家队的女棋手都有哪几位啊？哇，他们很复杂，他们又分什么这个国家队代表，或者是预备什么青年也分不清楚，但是就是比较厉害的都在里边，就是很多说朴智头，恩、赵慧莲、崔金啊、吴镇娥了，这些都在里面。这样子啊，那他们是存在这种淘汰的机制吗？他存在，像我们一样的那他们种？也存在，
也是一年一淘汰。对，他们像进国家队都是要选拔的。嗯，这个走怎么好像现在还在继续呢？我看着不会又打起结来了吧？哎，冲，然后，哎，这个怎么往后啊？走了个冲，该骂完了之后，黑棋冲了，冲这个？对，冲完了之后断一下，也是打将，应该是个打将，然后爬了这个二二，嗯，然后黑白棋这里尖了一下，嗯，然后挡，啊，目前就到这里这个进程，嗯，还。其实也没什么变，跟着硬就行了。是。那小强最近的状态不太好啊，他好像围甲也一般般。对，北京队也是一个，我就说围甲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嗯。也是可能也运气实在是不好，他们这个队员的实力都非常强。嗯，说出来个个都是。对呀、啊。就是很了不起。但是他们老是在末游待着，这个确实是。很令那些这个保级队伍很不爽，本来应该让他们去冲击冠军去，结果老是在底下待着啊、哦，老跟底下的人们搅和在一块儿。是的，是的，嗯，这也挺奇怪的。陈阳也在围甲之中的发挥欠下有关。嗯，一般来说都是陈阳也担当主将的多哈。是。嗯，这盘棋下完，他可以好好的总结一下了。嗯。嗯，要不我们继续再点目？继续点目，您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间也确实是。我们王老师，大家还是希望您能够就是多聊聊我们点我们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什么呢？嗯，哎，以前我记得韩国队挺经常来跟我们交流的，好像今年变少了。现在也有啊、嗯，就是，但他们会自费组织来中国来交流。嗯，每年他们是都会来，但是像这种对我们的这个训练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干扰，因为他们一来很多人啊、哦，来很多人要组织人来跟他们下棋。嗯，这个工作量也不小。哦。那他们也是挺愿意来跟我们交流的嘛？对，是的，自费也是。他们这种精神可能咱们就没有，咱们都很难有中国一堆棋手自费去韩国跟他们去下棋去。不过搞不好年轻的也觉得没所谓。嗯，是，但是好像没什么人组织这个事情，需要人组织。对，看看他是走了哪一个啊？走到这儿，然后立。收气力，然后退，那边退了一个，嗯，然后冲，这肯定是要最后来数子了。哎，这个，哎，这个小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嗯，在我看来真是没必要。如果今天不是讲解他这盘棋的话，您是不是就不这样觉得了呢？不是，跟讲谁的棋没关系啊。嗯、关键是这已经都输得挺了，还要这样再下，在我看来真是没有必要这样，没什么意义这样。嗯。特别是出现这个，还让这个很多人在等着抽签的这种情况，那就是成为。嗯，其实也不一定啊，还有秋俊呢。嗯。怎么着，他也不会是最晚一个结束的。还有秋魔王，对呀、啊。还有秋魔王是。对呀、啊，反正现在也是。免费的就多练一会儿呗，这没什么好练的，应该说让、这个、让那个朴廷桓再陪他多玩一会儿嘛。这确实理解不了了，已经超出了这个我的理解范畴了。对，哎呀，现在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这我们看的是，这是几期啊？一二三，最多四期白棋。对，嗯。一二三四，哎，现在就快一期啊！哎呀，朴廷桓真是，嗯。怎么快一期呢，王老师？
一二三四五，你不五口气吗？啊，对。那我不是，啊，这一期你还。对，你住不进来呀。啊，你还。我哎，不过也没关系。如果是那个掩杀的话，跟这一期没关系。嗯。看得清。嗯。对。大家还是可以早一点的到那个公众微信，不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去回答问题吧。这样子还可以抢到这个职业棋手签名的明信片，嗯，估计还是今天最大的收获。如果抢到继续点目吧，咱们实在是好，那您点目，我来看着点大家的问题，如果有什么比较不错的问题，嗯，我再帮大家来提问。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五十十一十二十二十一二二三二三二十六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四一四十二四三四四四十五四一四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七五二六十，哎呀，黑棋白棋都这么的七十目了，确实不容易，真是。哎，一十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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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四十五四十六四七五十七五六十一七十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七二七八一百八十三八十，这还是盘面有十四目的样子，十三四目的样子。那就是始终这个差距就是保持在了这个位置上。没拉大也没缩小，是啊，这要当初谁给我打赌说这盘棋会不会收官，嗯，那我肯定是要毫不犹豫的就冲上去了啊。对，就是说您肯定就要赌输了，啊，对，我肯定是要输了要这么想也还行，毕竟我很正常啊，嗯，你看那个世界杯巴西不也被德国打的，那是他们，但是他们没办法，他们想中盘认输，但是人足球不允许啊，是，哦，他们一样学习一样，哎，算了，我认输了行吗？别踢了，班长，不行啊。嗯，对啊，是足球有这个问题。是，你说那个球再踢起来也没，其实也没多大意思了，人家都不好意思再怪你了都。嗯，有棋友问问王老师，您的就是在网上下棋的这个多吗？以前很多，啊，嗯，以前很多，现在。不行了，现在下一盘棋很累，觉得在网上下一盘，嗯，所以说现在很少下了。您现在不怎么在网上下了，那大家想问您一下，您的 ID 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很少很少能。终身不再登录了。没有，就是只有在那个，比如说有现在有网上预选了，这个比赛还会去下，嗯，但是要每天都下，嗯，交换嘛，也都觉得很辛苦。嗯嗯，这边走了。哦，我这边都已经哦，您这边比我这边快啊，那还是跟着上您那个啊，嗯，这边都已经下完了，这样了，行了，我们哎呀，总算快要收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我这边都已经噼里啪啦了，两个人都已经。哎，您不能连招啊，王老师。没关系了，这个棋再求到也不可能还要追究这个次序怎么样，我们就把它码码完。码码完，嗯，好吧，看看最后的结果应该就。对，没有悬念啊。朴定欢不会是一生气要粘结之后吧？粘哪个结啊？哦，没有，这个结。对啊，而且他们韩国人本身他们的规则来说，他们都不怎么善于使用。精通的啊？是吗？他们这些老江湖了，都知道这回事。嗯，好的。他们今天下完了，明天就回韩国了。嗯，应该会是吧。没了，这期已经没有有目的了，是吧，王老师？啊，哎，嗯，哎，这不是被弄死了？他这个网肯定传的有问题，可能传谱员也像我们一样都昏了，已经皮了，都已经，啊，对，都已经完全不看了。对，嗯，啊，没有啊，没有，他是先提，对，他们现在把谱改了。嗯，对对，就这样。然后打吃，再提掉，再补一个。他把单关收完啊，白棋收后是吗？黑白，哎，不对，这个不入啊，白的收后。嗯，马尔，您就直接替他们那个操作了。嗯，他们这还没摆上呢。我这边已经下了。哦，这回真的收完了。
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我们看看啊，这个大概在100手出头，其实就胜负没有悬念了。后来又下了多少手？对，其实主要是在这一带哈。嗯，又下了多少手？现在啊，现在是275。哇！难道这个陈香叶想挑战一下邱俊邱魔王？嗯，看中邱魔王这个称号了，想要给抢过来。嗯，其实172手就是朴槿惠下出那个团的这个手筋的时候。哦，那是172。127。对呀，我感觉100手左右，这个棋其实已经胜负没有悬念了。嗯，这个地方下完之后，就已经差不多了。嗯。127手一直坚持了接近150手呢，后面。对呀，这个除了就是想挑战魔王的这个称号以外，真是解释不通了。哎呀，其实我们还是期待他们接后面的比赛可以下得更加精彩啊。对对，你这话说的是在理。嗯嗯，数齐了吗？哎呀，这里现在是没有，不过导播已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悬念之后就可以收工了。早说呀。王老师，您别这样，说不定大家还这2000多人看的还挺意犹未尽的呢。这不可能吧，这个我们这个但凡稍微这个懂一点棋的也可以知道啊，这个棋早就已经跟胜负没有关系了，真是。是，那王老师你给大家再大致的就是梳理一下吧，这盘棋。这个太简单了，这梳理就两个字就够了。嗯，就朴槿惠完胜，就是这盘棋啊。那对于我们这个没有，假如说是现在刚刚进来的这个棋友们，您再怎么评价一下这盘棋？这盘棋我觉得这个败招就是陈香叶这步二路小飞，一下子使这盘棋整个的这个流向改变了，棋就一下子变得薄起来了。嗯，然后这个左上角朴槿惠这个二路断也很妙啊。这个、嗯。上边等于是先手把白棋打回去了，便宜了半手棋。再后来呢，就完全是朴槿惠的表演了。陈香叶当然这不靠也是手筋，但是从结果来看还不如不使呢。嗯嗯，这个是这个后来这个地方下完之后，白棋黑棋把这个一虎，把这个三个夹死的时候，那其实胜负就已经没什么悬念了，因为黑棋在三个方面，无论是实地后包还是先后手。都占用，嗯，这对于高手来讲就是已经是绝望的形式了。嗯，那后来这下边这个朴槿惠这个圆的计算，确实是、非常精确，而且非常的不但是精确还是快，快，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啊，最后这一扳一个躲过了一个陷阱。对，啊、其实这盘棋其实我们这梳理来看看的话，其实精彩的片段还是挺多的。那是，那是，但是就是要在我来看啊，就是说的这个要。严厉一点，要陈香叶在这个搬完就认输，这是一盘非常不错的棋。嗯，啊，就可惜他这后边这一切都是把这张棋谱有点玷污了这盘棋。这后边全是多余。王老师有棋友说您老说大实话。你想想，如果作为一个棋友，对不对？他要是看到这时候这个棋谱看得多清楚啊，嗯，也还能看出一些这比较美的感觉。嗯，后来这些都填满了，他后来再打谱找起来也不好找。哦，您是这样子来为大家考虑的。是是是，有这个。是，那本届的这个百灵杯可以说，反正目前来看，中国应该是就以现在的结束的程度来说，仅剩了柯洁一个人。哦，是吗？嗯。哎呦，今天是有点惨哦。啊。这个我看一下王希的棋，王希也输了。那这正是英雄站出来的时候了。嗯，柯洁到底是什么成色？这都是对他的成考验了，最大的考验了。是啊，这下其实也等于是让大家又有了一些这个重新的关注的点哈。对呀，啊，嗯，这很好的。嗯，很好，王老师你喜欢这样啊？啊，这个至少能把咱们百灵杯的赞助单位啊。我们江老板可能会非常的开心看到这样的情况吧，是一下子会大家会非常关注这个比赛，对对对，非常去年其实还是嗯啊就早早都包揽了，对，就没有悬念了，不太好哈。那么邱俊的这盘棋好像也还在继续当中，嗯，感觉上还好像也没什么了，嗯，就他们最后会出个结果了。是，我们今天这盘棋 啊对，我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那个棋友们，就是今天我们的微信互动的话题是
是什么来着，王老师？我们已经对这个棋已经有点也是，就是应该是是绝代双骄啊，不是，这个是对局讨论当中的，还是全廷桓最喜欢的韩国女明星是哪位？我们的那个互动的话题是朴廷桓最喜欢的韩国女明星是哪一位？那么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就上我们的围棋 TV 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去回答，那么你就有可能获得由职业棋手签名的明信片，所以请大家踊跃参加。那么这盘棋，王老师，嗯，是不是就到这里？啊，那是我早就期望这句话了。好吧，那么这盘棋也是大家的陪伴啊，一直看起来也非常的辛苦了。那么就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见。啊，再见。